今天我是来埔主持，埔主持大坑国小原本老旧教室不堪使用，官府为着维护学童学习安全，编列5000多万的经费拆除重建，如今变成美轮美奂的三层楼教室大楼。今仔日举行落成典礼，全校师生甲家长拢欢喜动庆。大坑国小学区主教室、埔主大空笼以及邻近的绿草乡，位于马洲澳工业区周边。因为马洲澳工业区年底开发了后，将陆续引进就业人口。在新校舍完成了后，该校将成为工业区员工子弟选择就读的学校。关注张华官看好马洲澳工业区以及周边发展的潜力，认为该校将成为双核地基。高兴哦，咱泉州啊，埔主咱大坑国小啊，一户5000多万哦，这个啊。埔主从咱的校舍哈，同学啊、家庭啊，美轮美奂哦。我相信未来以咱这个吴校长的带领之下，所有的师生哈，啊一定会更发挥他们的创意，从咱的学校的这效率哈啊再往上提升。啊，这基本上少子化，可是将来嘛，筹后工业区在这里哈，已经在年底会开始蓄势开发，两三年后啊，应该可以引进产业哈，很多就业的人口，所以这边哈。我想这个应该会变成像祥和第二哈一样的一个学校，尤其咱这个大乡国小已经有37年的校庆哈，可是短短的37年里面，不多，但是哈我们学校不但哈品学兼优哈。罗星典礼在学生热情活跃的演出当中，甲开始播。女中红西队表演将活动带到最高调，包括馆长张华官、埔主市长王如金、教育处长王建良、关议员王英军、陈义甲、蔡丁山等多位地方人士、各校校长等参加。张馆长率领议会人员祭拜天地众神，答谢工程顺利平安。最新新闻就来自埔主市采访报道。